陛下，陛下可是得知程若愚所在？御真房，对方约你去御真房。我已经令人传信给你的好陛下，如果他想你活着，就得孤身前来。你说，他会不会来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和镇武，还有王阳这些叛党，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要找陛下报仇？啊！光王殿下，告诉你选中的好苗子，真正的叛徒究竟是谁？8年前，因为邱子良的权势过大，先帝和现在的陛下一样备受煎熬。当时的宰相李煦跟凤阳节度使郑洛商议，以招录为名诱骗邱子良去左镇张院将其诛杀。诸位请看，韩将军，这就是所谓的招录？正是。这大冷天的，韩将军怎么满头大汗呢？啊，韩某人最近身体抱恙，多谢裘大人关怀。不会是因为其他原因吧？竟提前得到了消息，反将李煦、郑洛谋杀。他命神采君冲进了先帝的寝宫，将其囚禁。果然，夹历上写的不是真的。郑武的父亲不是叛徒。我可怜的阿武，我的阿武。先帝自知命不久矣，便写下了遗诏，命大将军韩岳将遗诏带给了宰相王阳。撤！撤！站住！在那儿呢！快！快！
相爷，王大人，吧，相爷，王大人，韩将军，韩叔叔，韩将军，韩将军，王大人接旨。将军是为他们而死的，然而裘子良最终还是在密道的出口处截住了王大人。裘子良没有从他们身上找到遗照，一怒之下血洗横案，还借机将他的政敌全都拟罪下狱。当时受到牵连的官员多达千人。那遗照写了什么？传位于光王。参见掌旗人。你先带人过去围住御阵房，我随车跟上，切记不可打草惊蛇，一切等我到后再说。好，跟我走。掌旗人，掌旗人，有一个叫做紫苑的人前来求助，说他是奉了程若愚的命令。掌旗人，就是此人。程若愚让你来找我。镇吴军师占领了御阵房，把御阵房的人全抓走了，就我一人逃走。哦，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你们是一伙的。可惜啊，你知道的太迟了。一个背叛了御阵房，一个背叛了降旗营。你应当知道，我虽不会武功，但起码有几十种自保的办法。祖玛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现在发誓不再背叛我，我可以原谅你这一次的作为。邱胭脂，你果然擅长收买人心，可惜七擒孟获这个招数对我毫无用处。那我可以问问，你们下一步想做什么呢？
用你去引裘子良入局。用。佛剑香。双炮在淮南，右狙在卢丛，左狙在赵仪，而如今四个人同时失踪了。不，不是同时，失踪的时间必有先后，只不过是同一时间送到本宫这里罢了。会是谁干的？本宫很久没有被这么挑衅过。奴立刻去查。八年前，先帝确实有意将皇位传给我。裘子良囚禁了他八年，先帝是在今年年初才驾崩的。他临终前已经默许将皇位传给当今陛下。哼，他能不默许吗？裘子良在旁虎视眈眈，先帝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你们这些苟且偷生的，是不是想等裘子良老死了才能出头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不可能。宦官之危已经深入人心，如果不在其最巅峰的时候将其诛杀，不可能动摇其根基。你怎么杀？就靠振武？至少我敢，你敢吗？喜宴来了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么我们也该走了。掌旗人还没到吗？我们这就去见。人密道还没封吗？封了可以再开。陛下。放心，死不了。就算要死的话，也得死在裘子良之后。主人，一切都布置妥当了。好，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你赶紧收拾一下，再带齐燕来和我们会合。是。子渊，你真的要为虎作伥，一错再错吗？错的人是你们。走。是这儿吗？是的，大人。
陛下、左氏大人都在里面。带路。是。禀报公公，死者都被一刀割喉，并无打斗痕迹，表情如此平静，定是在被杀之前即已经先被迷晕。你们找找，看看有没有陛下的尸体。是。藏气营的地牢，果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哼，军师这地方选得不错。邱延之，你够聪明的。八年，我被你整整压制了八年，我终于等到今天了。我猜到军师在藏气营安了棋子，没想到是你。怎么样，被人掌控在掌心的感觉如何？一个男人如此格局，也难怪爹爹会选我做掌旗人。嘴硬。朕来了，程若愚在哪儿？把他放了。怎么，忧心你的小情人吗？牢房寂寞，让那朵解语花陪着你不好吗？朕不需要他的陪伴，看着就烦，放了他。也对，既然你已经来了，那留着他也没什么用，那就杀了他吧，以免后患。你所求不过是我和裘子良的命，我的命给你，此事与他无关，放他走。不行，我苦心筹谋了八年，才有今天这唯一的机会，不允许有任何的疏漏。要怪就怪他和你之间这段孽缘，让他丧命于此。是滥杀之人。是啊，所以从前的我死了。我想跟你谈谈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要说的很重要，我不想有第三人在场。我为什么给你这个机会？因为金吾卫大将军会同意的。邱延之，我警告你，别给我耍什么花样。走马，带着齐燕先出去，我要和邱延之单独谈一谈。是。
紫苑姑娘，雨儿心脉受损，需要立刻医治。程若愚就是右旗燕的儿，至于她的命，自己收着吧。你们把陛下弄的，别动！想怎么样？雨儿，你现如今都已资深难保，还有心思担心你的情郎？陛下，雨儿，坐下，进去。 陛下，你有没有事？你有没有受伤？玉儿。 没什么事，刚刚恩公已经帮我搭过脉了，并无大碍，我很快就好了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高兴呗。都成阶下囚了，还这么高兴？我本来。 以为会死，结果没有死。本来以为陛下怀疑我再也不会信任我了，没想到你还是来救我了。朕只是为了抓幕后的人而来的。哦，那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幕后的人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你这个样子，一点都不担心。我担心啊，不过我更高兴。 风俗今何后？君王在墓前，行看采花去，请示太阶嫔。你是？不可能！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那你呢？8年前，我可是亲眼看你死的。 小女若亲，见过大将军，啊，
将军，没想到我们还能再见。你真的是王若清。人还没找到吗？是，胭脂琢磨、陛下光王、程若愚，全都没有找到。对了，还有左氏。左氏没死。醒了，做梦！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发生了什么？你觉得呢？是你把佛前小的蜡烛点在了那里，你跟真武军师是什么关系？看来你还不算太笨，没想到离了裘胭脂，你这脑子也是挺灵光的嘛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知道，裘胭脂和我都是一样，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可我是为了复仇。而他呢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说。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就一起寻找答案吧。你说，你在胭脂的心目中会有多少分量？他会不会因为你去自寻死路啊？左金吾卫大将军，韩月。先帝的心腹，朝露之便是。携带遗诏去找王阳的，就是他。他没死。陛下，您早就知道了。陛下，臣有罪。王叔，陛下，朝露之变三天之后。有人深夜敲了十六宅的门，臣开门后发现他是韩月，臣冒大不韪救了他，还派人把他送去关外，可此后便再无音信，臣有罪。是殿下救了韩月，此乃天意，王叔不必自责。他这次回来的目的是要替先帝报仇，要杀了陛下跟楚国公。殿下，您也觉得当年之乱是陛下的错吗？臣曾对陛下说过一句话，今日我再说一次。臣愿意辅佐陛下重振大兴，此生不死，此志不渝。王叔，不知马谷伤寒水，唯见龙城起暮云。谢君高义与当日危机时舍命相救。若清，起来。韩某惭愧，终是未能救得了你们。
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听说王家已满门抄斩。爷爷死于奇人剑下，被拖于闹市腰斩。爷爷，我和妹妹被奇人一剑斩下。待我醒来，已是深夜，满山都是尸体。我四处寻找，想找到爷爷和妹妹，找不到。后来我见有人前来，便只能放弃寻找，偷偷下山，最后晕倒在一家药铺门前。或许是上天眷顾我，那支箭并没有直中心脏，让我侥幸活了下来。可是我却没有找到妹妹，更不知道他是生是死。幸运的是，药铺老板略懂医术，并替我清理了伤口。啊，小姑娘，小姑娘，我怕连累到他们，第二天一醒便走了，之后一路流浪，落入人贩手中，兜兜转转，竟又被卖回恒安。就在那时，买我的岳房主说，明日要来一位大人物，让大家好好表现。你猜那人是谁？裘子良。大人里面请。根据大人的要求挑了20个，他们都是12岁以下资质过人的丫头。里面请。奴拜见大将军。你出来捣什么乱？快下去。嗯，你知道本宫？明是骠骑大将军，官军荣使兼统左右军，当是权势第一人。我见来人是裘子良，愤恨不已，但我也深知人若之躯难以报仇，我便要家住讨坟，自毁容貌，去他面前自荐。谁知裘子良并不善口，他走以后，我因为出言不逊，惹怒了房主。其后一段时间，过得生不如死。当时我要多逗留几日，找找你便好了，说不定能带你一起离开。可惜若晴，我不知道你还活着。造化而已。2个月后，我设计诱杀了岳房主，设伏了房内众人。就在那时，裘子良来接我了。原来那就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考验。我通过了，他便把我亲自选入将旗营中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竟把将旗营选在了我家。我每日看着，想着，那里是如何变成现在的样子，我便更有动力活下去。活下去，复仇。
韩将军，灭门之仇，屠城之恨，祸国之徒，说起一日未敢忘却。请韩将军让我助你一臂之力。这你怎么样？他有没有为难你啊？你到底有没有事啊？有事的是你们。你的陛下来了，我爹爹可没来。只要爹爹不来，我就不会有事。钉子了吧？他心情不太好，大概是见我来了。邱子良还没来吧？啊？所以知道自己是何等幸运了吧？我一个小小的侍卫，竟然能让陛下孤身设想。不过，焉知道。就不知道邱子良能不能为他这个义女设想了。放开郡主！放开我！放开郡主！放开我！跪下！我们是护送您和郡主回河安的镇吴藩臣，岂有你这般放肆？抬上来。是。伤口确为弯刀所伤，并且这种弯刀乃镇吴特有，早在初唐时期。你这是何意？说，陛下到底约了谁去了御真房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们的弯刀，你不知道？我们所有人都在驿站，并未外出。是吗？说说，你都看到了些什么？回主国公，小的见此人外出过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说你呢，你去哪儿了？我。哦，你不想说，对吧？这样吧，既然你不说，那咱们玩个游戏，直到你说为止。这是沙漏，全部的沙子从上而下。从此刻开始，留下来的可不是沙子了，是你们镇吴藩臣的十条人命。你好好的想想。是。带走。是。起来。走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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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，走！你随意是杀镇吴藩臣，就不怕引起藩镇动荡吗？不是我要杀你们，是卢从的刺客潜入恒安，先行刺了陛下，然后再杀镇吴藩臣。这笔账应该找卢从去算。禽兽，我杀了你！郡主。郡主，郡主，时间不等人呐。是。